在室内呢，这玩意儿下着雨呢。看你们家上哪？上哪？哎哥，我跟你一起。还愣着干嘛？人都被抱走了，快追呀！盛南平时身体挺好的，今天不知道怎么突然就晕倒了。今天几号来着？8月20号啊。怎么了？怪不得啊！医生，他没事吧？他刚才干嘛了？他们刚才在室外打篮球，是不是中暑了？下着雨打篮球，你们年轻人也太不顾自己身体了。还有什么别的症状吗？医生，医生。盛南，生理期。生理期，剧烈运动又淋雨，现在还好，不是什么大事，好好注意休息。嗯。哎，你们别在这里面待着了，病房里少留人，过会儿就好了。让我留下来陪着吧。那我也留下。哎呀，你们两个大男生就不要在这儿了，这儿有我就行了。出去吧，啊，出去吧。哎呀，有我呢，去吧去吧，放心吧啊。多谢学长对我们家盛南的关心。不必，毕竟你还是个小孩子。总会有大意的时候，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也有可能照顾人不是很周到嘛。我们从小就这么一起长大的。看来修豪同学很了解盛南。是啊，除了我们的父母，我们就是最了解彼此的人。是吗？那不知道盛南有没有告诉过你，我跟他早就在他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了。他来这里就是为了我们之间的一个约定。我去给盛南买点吃的，他一会儿醒了回我。撞什么撞？
你好，请下账。你们有没有那种不透明的袋子？最好是黑的。别的没有，只有这个。行吧。要不要来瓶姜茶？我这可以加热。哦，不了不了，他喝不惯这个。一共多少钱？给你冲了姜茶，快喝吧。谢谢你，文哥，害你们担心了。今天你在操场晕倒的时候，大家都吓坏了。小林呢？我刚才好像听到他的声音了。哦，小林还有课，就先回去了。不过他放心不下你，给你买了份鸡汤。我怕你不爱喝。又给你买了份粥，谢谢你。这个我想等会儿再喝。啊，好。你可别再让大家担心了。干嘛呢你？啊，你去哪儿？你跟人家在这儿你来我往的，我留着干什么？瞎说什么呢你？姜茶快凉了，快喝吧。他不爱喝姜茶。那个，我饿了，我想吃饭。